好了，喂，喂，弄好了，终于 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工会是不是已经荒废很……哎呦，啊，我画面，我们工会是不是荒废很久了？我看公会里面还有人留言，还有人留言，正在连接聊天伺服器，等等，等等，没东西，为什么？同盟，我们是同盟还是工会？同盟，18个礼物，怎么那么多？你说实话吗？我已经忘记是什么军团了，白痴。哦，订阅，谢谢。那同盟是什么？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收到一个讯息，哎，什么讯息？等一下，有持续的订阅，等这一波过了，谢谢订阅，然后就还有谢谢 Alex7941，谢谢订阅这个不成才的实况，fuck 主，谢 you。谢大家。成员呐、啊，我们把成员提一提怎么样？你就看他谁太久没上啊？看战力啊，那种战力就极低的那一种。黑渣真的很，极低，我也没多高，极你多低。少了？我10万了耶！那你有10万？耶，你多少？你一定超低。让我来看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排挤别人？第谁一，不排能挤当伙伴吗？啊？不，他们一定是很久没上线那种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啊？怎么踢人啊？封锁玩家同盟，管理封锁名单。忘记了，我记得我之前提过。成员。找找看啊。看这种3000多的，我要驱逐他。原因哦，还有他人。问个屁事啊！还有这种2000的，一定是玩2下就没玩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要打原因？我只是觉得很好奇。不低于1万的都踢一踢好了。看低你于知一万，道。而且名 ID 都是那种数字乱来的那种，还有那种连改都没改，那什么 base 点什么的那种，好烦啊！我干嘛每次都要问为什么要驱逐他？安他娜又不能为一什么？起驱逐吗？一起驱逐，再一起写原因。我在亮绿灯呢、欸，我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我刚不是说到我那个什么，我今天收到一个讯息。哎，什么一个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向你扣了10%的什么税？哈干，我是不是被占领了？为什么可以课税？我应该是被车了吧？就像你之前做那些，我们之前干做的，凭什么？我凭们什之前么？我们之前坏事做太多了。凭什么？为什么他可以课税？我不知道啊。好像他是我们国王一样。不是，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被占领啊？看得出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有没有被占啊？基本上我被占，你应该也会被占啊。我们两个不是在隔壁而已吗？诶？有吗？有吗？不，你去你的信箱看。谢谢订阅，Ingoless。你去看一下你的信箱有没有类似的讯息。你说报告还是通知啊？好像是通知。谢谢 IKPS 6个月订阅。没，我的通知只有写同盟成员遭到驱逐。好几个吗？应该不少吧。什么？18个而已啊，没有你。我靠！这些连名字都懒得取的，一定是系统帮他们加入的。就是你需要一个同盟吗？这里有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帮你升级耶，升到哦，你是副团长啊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的同盟将我升级，有屁用？等等，我找一下给你看。我找一下那个讯息，找不到哎、欸，报告是报告里面吗？收到资源，同盟奖励，挑战奖励，嗯，通知，你都没有这样的讯息啊？有了，找到了，这是什么？Defense of Family 同盟的元首 DFDS Night Smokes COCA 的统治者向你课征基地中10%的货币税收。谁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一定是，而且是今天的事情。今天下午2点哎，那我一定是被车啦。怎么会有人做这种无聊的事情？我靠！我靠！我等一下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被占领了、啊？哪里有血、欸？你有看那个吗？那个？我们附近好多哎、欸，我们的人都还在附近。你去哪里了、啊？我不知道我人，我出生点突然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你是不是逃走了？妈的！
不是，为什么打人还可以啊？难道系统保护我自己把我移掉？就塞了，而且附近有人在打架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你坐标给我一下，我穿。我走这边吗？300153167。国家 COCA。做了为什么莫名其妙？怎么？等下，COCA 不就是我刚刚被克的吗？还是说 COC？哎，真的哎？还是说这整个国家的元首啊？所以我也不是被车，只是单纯的缴税给这游戏里面的那个元首吗？那也不太是，贵了吧？我们可以抢下元首的位置吗？有机会吗？我可这以个上只来。是其他部落的人吧？国家挑战呢？国家挑战是国家之间举行的挑战，你的国家将会合作对抗其他国家，真假的？同盟挑战，累积数还有如何累积点数？这啥？这是全体同盟的挑战。诶，这没试过，还是不能用用看啊。没有，他是说就是一直提高，一直训练部队什么的，就会增加分数。对哦，啊，好难哦，这游戏好难哦。哇塞，基本挑战又是什么？如何累积点数？解锁第三级金库，5分钟之内。第三级金库在哪？这个吗？这是靶场，金库在哪？你有盖子？哎，是这个吗？金哎，是库哎。哦。解锁。金库可以盖，我现在的金库是等级二，升级。你现在可以升级金属。需要达成以下条件：在黄金商店购买任何49.99美金或更高价值的特卖。我靠，是这样解锁的哦？哦，算了吧，这个挑战我放弃了。干嘛放弃？你真是没有毅力耶！干，49.99，你开玩笑啊？合成、改装装备，我没有东西合啊。取得改装装备。你现在那个什么战力多少？我忘记要从哪里看。左上角吧，我想。哎，等下，我刚刚看到我们同盟实力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7位数。百万啊，千为万，什么？百万，百万啊？为代什表么有400万？啊，有人在 carry 我们吗？对啊，好不可思议然后等等去看，我等等去看，哎。哦！明明是一群废柴组合。What？同盟10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，真的哎，400多万呢。对啊，莫名其妙。还有同盟留言，我们需要六角去除，翻译至英文，这是什么？看了影片，结果满啦，突然不玩了，满了，进不了。同盟留言，我刚踢了一堆人吧，现在79人，你们应该可以进来了。如果，哎，你那坐标再给我一下吧。等等等等，坐标。300153167，300153167，OK。成员。我靠，我们有战力200多万的，难怪哦。200多万。耶，好屌啊！升级。哎，我移动到旁边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传到其他地方，不过我回来了。哇，你回来了，好感动啊！当然。我们要一起。去扯翻世界 我刚看到隔壁有人在打架，哎，有哎，我看到。现在他们还在打吗？还在打哎。我的真假？我把战那力真，太低他的真的是提。不知道我们旁边有一群暴民，还敢乱出兵，也不想清楚一点。我要把那个200多万的阶级升高，看他啊！好问猛。他在不在？问他在不？他不知道哎，看不到哎。而且有200万的，那应该有，哎，我的画面又变绿了，怎么了？我被侦查了吗？看一下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有人给你那个，那个，给你粮食啊，哦怕耶！你吃不饱，穿不暖。好诶，清除所已开启或过期的礼物，礼物等级七，有新留言呢，什么东西？菜渣，我要进去，哎，这19天前的，大家好。你好，
有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是什么？同盟聊天室哦。你同盟留言室。200万战力那个在吗？发表。有吧？应该看得到我。看一下。我就看到你好。有啊，有新成员进来了，好快啊！不不不，你要看那个啊，整个画面的下面啊，下半部那里有一个同盟聊天室。整个画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在吗？对啊，没有回。升级雷达站吧。而且人家名就有名字。他叫什么啊？感觉是外国人误打误撞进来的那一种。YEZJ93。哎，为什么你才8400啊？我已经八千十四，万嘞！为什么你那么高？为什么你那么低吧？不是，身为一个正常的玩家，应该这样已经算高了。假赛啊，有啦，我们不满10000的是很多啊。你也是差点被踢的那一个啊，你再不升级，我真的升级速度快的。你现在我踢10000以下，踢9000的都觉得很惭愧，你知道？怎样？你现在是怎样？啊！你就比人家还低，然后我还踢人家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踢比你低的。这一定有什么误会？等我一下，马上进行升级。我把几个10万啊、20万的升到第二阶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上线。这有办法按照最近上线来排吗？不行，问号。没有写。摘要与统计资料，实力最强。同盟即将，哎，靠，按错了。What's this？这统计资料也太烂了吧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的部队击杀数是8万呢，可是死亡数是20万。我们怎么那么烂了啊？不行啊，这样太不行了。快点，我们要以我们现在这个点为主。基准，然后去弄翻这这。比例怎么差这么多啊？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你有责任。我是觉得，谁 叫你上次但叫我不们去是，乱打？哪有？你哪上没次有？我是说好打跟你走，然我后都是这个。就死光啦。上次那个人还在吗？这次搞不好我们可以挑战他了。10万呢、欸？来找一下你在上哪次，里？哎、欸，你在我隔壁、欸。啊。我们上次测的是谁啊？The Kite 吗？隔壁那个吗？交易所，我为什么会有交易所出去啊？实力25000而已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啊，点错了，不是有个 The Kite 吗？那是谁啊？Kite 怎么就在旁边而已啊？可是我点不到他哎、欸，好，点到了，实力25000，邀请来同盟，看不到他最近上线了、啊，侦查一下，侦查一下，去吧，回来了，好快啊，超近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么多，附近那么多，有多少人在线上，就可以大概算出来我们要车谁。要怎么看啊？问啊，不是只能问的侦吗？查成功，防御部队不到2000呢、欸。Nice，15775 OK 什么意思？打那个157175吗？谁？一五不知七道。一七五要怎么看啊？157175哦，这个吗？啪啪吗？实力6万多，是我们上次打不赢那个吗？上次不是只有2万吗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如果聊天室还没有被我们洗掉的话，也许上一次更新更新往上更新，19天前的天哪、啊！你们这群女的，为什么你们在吵架？能帮打人吗？看完影片就要买5000个沙袋有什么用？我来了，我也是。我事件不是有说一个什么全员进攻某某某？有吗？有啦，然后那一次我们就被打翻了。我不记得我没有输过啊。我靠！等等等等等，20天前了，那应该是快到了。目录上还有3点啊，300，就是这个吧。
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315.168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，哪一个？啊，这是我的坐标，然后我们要打的是315.217吧，315.217，15.217吧是哪一个？三百一一五五二二一七，七吗？还是他跑掉了？178看在到这人边，啊？152在178，152到了。152，然后178，这个吗？还是跑掉了？是不是跑掉一了？没五二看一到。七八，一五一一七八，哎，跑掉了哎！现在的一五二一七八是平原呢。对啊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可恶！因为他也会怕。哇塞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要选新的目标来车了。哪一个啊？看你啊，给你选我啊。想选那种在线上的了，车起来才线有感上，觉。就是就就你你刚哎，刚不是有人？我们附近的人在打架吗？对啊，刚刚不是有人出兵吗？哎，已经有人出兵了哎，DDPT 攻打那个，哎有哎，这个好像在线上哎，Papa Zero，你有看哎，到吗？真的，而且他刚打了阿哦，拉西01，哦，哎，他可是他有62，他打我们的同盟，哎，真的吗？对，等等，侦察 Go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。我们已经有劣势，先去攻打他。157.175，向台湾三个，157.175不就这个吗？对啊，那同盟竟然是 fuck China，我靠！这样我不好意思，哎，我到底要哎这样怎么办？这我不好说了，这很尴尬，这我真的不好说。就凭借着他打我们的同盟，我们是个哎。诶，他放那个新手保护了，靠！真的，我看到了，看，哇，我真是聪靠，明的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打他？他一定在现场偷看我呢，他搞不好只是慕名而来，然后就突然发现我们要揍他，不是，他反应也太快了吧！他可能只是想飞过来跟我们一起玩，殊不知有问题，我们是要跟他一想起要玩，灭没了错，他。我们是要跟他一起玩啊。那你退军，你退同盟，然后来加我们嘛？如果你在的话，对不对？你都飞来这里了，不然我们附近没有什么好打的，很无聊哎。你有看到一个什么第一级守财奴吗？对啊，那什么东我西也啊？不知道哎。反而且他抗军下目面有标可以倒让你数取的得时间呢。专属资料，搭配 porter 攻击一次，试试看，看会怎样。哎，出兵了，应该会死吧？你叫一个士兵去打一个坦克？你有看到？有啊。哦，有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哎，死了！什么？哎，哎，我有获得哎！获得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一次普通命中获得50份战争债券。这啥债券？？What the fuck is this？我打了他3.27%，哎，太低了吧！连8.78都没有。靠药。搭配普林最大攻击次数。我打打看哦，好啊。最大攻击次数会怎样？砰！哦，扣18.2哎，为什么？他剩56了。不不，为什么还没死？什么？他吗？对啊。看一下邮件，强力攻击扣了他18.2。低级玻璃，低级白银星轮，这什么啊？感觉那个就是类似地图上的那种，那个叫什么、啊、CP 怪啊？打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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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感 NPC 觉。哦，嘿呀嘿呀，他剩一半的血，看你要不要去弄他。搭配 Cork 攻击一次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还是我们一次飞走算了，去找个。
有在动的人，看得不到用吗？看啊，得到那种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飞哦，直接在这里吧。吗？真假的？好啊，可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打谁？当然是你选啊。我要选，我们要打的那个开心手保护，超级白的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，没有破魔战法可以把它保护器用掉。不可能吧？人家都花了新台币耶！我没有新台你币。们怎么想打他？不然有一个9万的啦，先问他邀请，先邀请他看，看他没有团呢。不然问一下同盟啊，怎么办？打谁好？这啥？我需要帮助。等等等等，咦咦咦，6万，这已经是我们的地盘了。发现附近还蛮多人的，蛮多不是我们同盟的，对啊，那不就欠杀吗？那我谁这是你可以说的吗？帮我？我要怎么帮他？10秒钟前。问一下观众好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要车谁好？上面有一个在烧起来，是被揍吗？看起来他就很无助。那我们邀他来同盟，不行呢。邀请来同盟。哎，我发现附近很多那个 XDC 的那个，对耶，这也是 XDC，有3个。右上角吗？哎，4个，右边都是，右边都是 XDC，4个，总共4个。那个等级2而已啊。没有，等级7。然后这边有个等级叫 Team Lim，干那18万呢！天啊，我去找一下好不好？等下我看一下我们上次的影片，如果找得到名字的话，也许他没有飞很远，说不定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试试我看。们就可以再挑战一次，说不定啊，可以再战争集结一次，有没有？看一下啊，这么多人打哪一个？对哦，还有战争集结这功能，我都忘了。对啊，上次打的叫做 Antonius 79，可是他实力有5万以用，51万，讲错。50，我还是换一个好了。他叫 Antonius 79，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不是我要说，放他一马好了。哇，really？好好好，也好，放他一马。啊，知难而退，聪明。你有没有看到地图上有敌军在动的？有啊，正在找。你也在找。哦，我看到一个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人在一起的。真假的？他们也是同盟吗？对啊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坐标，坐标。目标，看一下，300、126、158，126，126，126、158，126，158。哦，好大一坨啊！对啊，他们都是点五六哎，点五六点哎，你飞不这过来，是，你飞不过来了吗？我飞飞看好不好？我可以飞，我还有2次的移动机会。为什么？刚刚已经把最后一次移动机会用真掉，假？你不能再移动了吗？氪金呢？你看一下一次移动要多少？你按按看，然后看它显示想要多少？很贵吗？不知道哎，没显示。没显示？那你先飞，我再飞。没有，我不能飞啊！我刚飞过来的时候。不是，就是你继续按移动啊，你飞到那附近，然后按移动，然后再按进去，然后看他会说什么。好。他应该会说什么？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道具，然后应该要多少之类的吧？没有了，没写。他就直接跳到特卖会的首页。特卖会首页？那特卖会的东西最便宜要多少？我看看。
不是啊，你有想飞哪里吗？有啊，就你刚刚说的，哎，看我怎么回来了？你刚刚说的那个，哎，128160那附近啊，大概129161吧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他们当看起来比我们强那么多。我扣一下战力，6300而已，哦，有30万的，等一下，14万，有一个6300的啦，可是感觉他们好看100万哎，真的假的？对不起，哎，我们还是。我还是给错建议了。可是我真的记得我们附近有一个人刚刚有在动啊。我们附近的哪里啊？The Kite 吗？感觉这东西随便都可以轰掉它。我一个人去攻击看看啊。攻击什么？守财奴啊？不是那个，等，我出门出去了，好快啊！他在我隔壁啊，那个 The Kite，实力有25800，我的兵超少嘞。你刚不是才邀请他同盟？他又没回我，现在是怎样？再打，不答应加入你就要打没错啦，146162，有人说146162，去看看，好。谢谢订阅，燕1218燕，你回来了，你了吗？啊靠，战败，怎么会战败啊？对方一脸看起来这么弱，哎、欸，心对，有惊在手动势，哎、欸，他有在动哎、欸，谁有在动？就那个啊什么，146162吗？哎，等等，有人来了。那是谁？R2EP Wales 的，他想干嘛？他从哪里来的？他是不是要去打那个守财奴没有，他回去啊，？Wales，他回家，他回他52万的家。我是那个吗？看，真的假的？52万，我们集结打的赢吗？这样，146162是谁啊？哦，就那个啊，就是刚刚那个啊。就52万。那你要揍他吗？你等下集结，我们一起出发，侦查一下。打一波好，凶的。好。New target。已达目的，回来了。感觉他们都哎，9000，陷阱有9700，防御部队快1万呢。是感觉那这个都会骗人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上次莫名其妙防御不是几千而已，我们然打后完都突然不就输。对，突然就爆多，怎么办？要集结吗？至少我们知道他有，哎，他又出去了，他去他哪只里？派那个指挥官啊，他打守财奴。是吗？他超过守财奴了？有吗？我看他是还继续在往右下角，哎，不知道去哪里。咦？我看他还在走，哎。啊，他去攻击低级野牛。在哪里啊？倒数计时48秒。第一级野牛，哦，好远哦，这是什么？他跑去攻击第一级野牛啊！我们至少知道他是活人，所以就有车的可能。虽然等级是有点高，试试看嘛，要不要？有没有办法挑衅他之类的？挑衅？就直接密他。不是啊，这么简单，你看我，嗯。出兵五支。哇，你已经掌握到这游戏的诀窍哎，不够容挑衅易。了吧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真是高手哎。有没有？正在过去了。等下会不会被车啊？不会啦。我们这附近这么多队，哎、欸，有人帮我加速哎、欸，不是我在说，要挑衅就武器啊。你也去了吗？你也派五支兵去哦？好，没问题，这我拿手。他的那个指挥官在回来路上，好快啊！你指挥官暂时离开基地，指挥官只能有一个人吗？我指挥官要死了吧？带五支兵去打人家十几万战力的，50几万战力的。哎、欸，我也出有，发，我也出我看发。到你的线了。先让他怕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这么多人要车我。哎、欸，等下，你看，”等下。那个联盟不在的时候跑来偷打。你说一四六一六二吗？真假的？看他好意思打我们？我觉得他是没看过坏人。妈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隔壁那个也是。哦，他一次出好多哦，你有看到吗？他在挖矿哎、欸，对啊。可是我们好多人要，我们已经很多条蓝线，你有看到我吗？看到了，刚才连下面也去了，左下角的也去了，剩几只兵啊？应该还在打，还在打，会这一定战败的啊，失败啊，没有生还者，废 哦，赶快等等啊！等你要哦，很惊啊！居然失败了！五支兵你们打不赢整个国家，嫩，不是吧？我要哎，突击部队。这种训练，哎，立即训练，我可以出45000的兵的样子，哎，40000多的兵，可是一次只能造几百只啊。对啊，不，一次下去，而且如果打不赢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对啊，既然要集结，我们就赶快趁现在多升级什么？有没有？哎，我被侦察了吗？有直升机在上空哎。我们正上方12等的 Dead Wall，正上方12点的 Dead Wall 哪一个啊？所以我们讲错了吗？Dead Wall 是哪一个？我没看到。正上方12等 VIC 在哪里啊？这里，正上方。哦，这个哦，可以标记它吗？标记为敌人，确定。显示目标啊，这个也要购买哦，真的假的？等下要怎么标记啊？标记目，你可以再标记两个目标，可制金币商店解锁。嗯，1490呢，真的假的？购买吧，购买吧，我整行浪下来都是购买吧，购买吧，我快被洗脑了，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他不是说我可以再标？咦，等等等等等，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被标记吗？你标哪里啊？好像不行哎、欸，看得到吗？151149这个，你将此位置加入书间。一四九。他说我可以再标记两个目标啊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你标记啊。我不能标记、欸，151149。不行啊，他要我取得黄金才能再标。夏日特卖啊，怎么办啊？本交易不会长驻。天哪、啊，不用啊，太给糟糕坐标一起了。好了，打那过去就就好是了。就知道了嘛，151149。那我们在视窗上应该都看得到吧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现在趁我们不在都会揍我们了，那我们就揍回去吧。没问题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坏了坏了，侦查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哦，防御不多也28000哎，可能有机会吗？28000，那我们战力多少？XCD 在 XDC 在动哎，有吗？有，不过那个 Dead Wall 战力有点高哎。137万哎、欸，天呐、啊！可是他是 R2EP 的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的联盟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他比较低等的联盟，欺负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也是 R2EP 的、欸，只不过这个才50万而已。怎么样？要做这个吗？我真的不懂你那个单位的感觉，为什么50万是才，然后28000你刚刚说啊，不知道打不打？不是这样嘛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们不是有一个280几万的战对力啊，的人呢？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对啊，躲起来睡觉。他在哪？我看一下，成员，他名字叫什么还不克他的睡。？YEZ，YEZ 在吗？完成传送。我、啊、怎么看他什么时候最近上线之类的、啊？看不到。礼物，带我去黄金商店算了吧。
我们有一个216万的战力，却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不在。他在我们附近吗？Y，哎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他好像不在我们附近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打哪一个？先打50万的吗？我都不知道你最近加了一个属性，什么东西？优柔寡断。靠腰，你是说之前比较打啊、冲啊之类的对吗？啊，哈畏畏哈，缩缩的，哇像个塞，娘们一样。哎呀，那你选一个嘛？哦，你看谁那个名字取得不顺眼，就可以有个理由揍他。150150，这个46万呢，打他隔壁了，他可能是分身，怎么样？150150，好，就这个好，了。好，好，150150。你要用战争集结吗？好，可是你的兵造好了吗？这么快吗？差不多吧，太快了吧！有一万多，我有一万，我你可有以一支援万，一万多了吧？这么多？为什么？有啦，为什么？我有一大堆迫击炮啊！你也太……你让我训练一下，我先用。哦，我先用黄金在造兵呢，哇，猛的！有没有？无效的训练时间，刚花了大概5000的黄金，好，这样我也差不多有1万了。给你。等，升级一下。不能升级，石油不够了。等等，物资缺乏，等一下。石油，我给你啊！不用，我有那个什么券的，哦，一次我可以知拿道了，15万，爽。作弊券吗？你看。有了，所以直接战争集结打他家隔壁哦。没问题。好，试试看。攻击，不对，战争集结，同盟必须捐赠部队。现在几分了啊？我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8:40啊。那我们嗯，集结15分钟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好，全员出兵哦。啊，我记得上次是不是有限制多少人？没有吧？我出了72000的战力耶。等下战争几点？怎么进去啊？真忘新增我的指挥官。有了，我集结了。哦，看到。有了哈。嗯。指挥官要去哪里？指挥官只能有一个人吗？就是我自己那个吗？应该是吧。配件安装配备。哦，这啥？改装配备，取得改装配备。你收到了一个改装配备。然后我开过去了。开什么？战争集结吗？嗯。你不要按到进攻啊，这样只有你一个人去哦。没有，我那么傻，拜托，冲第一线的一定不会是我。这是，哎、欸，我有好多装备都没装哎、欸。装备，嗯，这游戏可以穿装备？对啊，我现在正在穿欸，靠腰真的欸，啊。为什嗯，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刚知道的？第一集，第30集，哇，不能穿。获得经验值，使用。哦，天呐，我直接升到20级！哎，天呐，啊？我什有那么？个赠送的军官戒指，哎，我升到27等了，好快啊！
我的指挥官升到二七等了。指挥官，对可啊，以出发吗？现在吗？15分钟后啊？怎么了吗？所以不同指挥官会有不同的效果啊。可能哦。所以我们之前是空装的意思。对，别吧，像个白痴一样啊！难怪会输那么惨啊！我看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原来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原来真的是有原因的。安装配件，好多哦。可以乱装吗？进阶配件。不是可以装吗？为什么不行？哦，安装。可以耶。乱装看看。有诶，我觉得我的指挥官变强了。I hope so. Really 啦，有啦，真的有。找不到生皮的配备，你需要21级的你 Porter，有办法再新增指挥官吗？应该不行啊，只有一个指挥官就对了。哎，我们同盟好像有点弱真假的？哎。哎，没有，好，越来越多人过来。200万那个不在啊，可惜。真越来越的，多人吗？在哪里？我看战争季节啊，哪个？这个吗？部队数9900，这样够吗？我们刚看他不是20000多吗？这样够吗？2万多，对啊，我们现在有27嘞。你看哪里了？同盟战争集结，同盟，同盟战争，同盟战争。同盟战争，战争集结。真的耶，27000耶。格位第一名，我9900，VICD 出了9196哎，清楚此格已解锁战争格位，当然要解锁啊，大家一起来吧，对不对？当然啊。解锁并领取，什么意思？啊，那是不是要其他玩家自己进来自己解锁啊？不知道哎，不过我再解锁了，购买50金就可以解锁，那当然啦、啊，来吧来吧，如果解锁的不够，应该这样应该就可以加入了，哎，快点，需要更多的报名。没错，15分钟而已，报名，啊？哎，你怎么把自己的工会成员说的是报名？我靠，你刚说什么？施工复杂，安安，有人留言说什么吗？不是啊，有人聊天室有，聊天室没说什么。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加进来了吧？可是我通常一只手会拿鼓啊，就是有片段等都等，会。你来看一下大地图就知道了。同盟战争，剩9分钟。快点，需要更多人一起跟我们霸凌别人。哇塞，都他讲了，我只是想替我们的同盟报仇。对不对？啊？啊，我们的同你盟竟不然是是说这他，样想，当然啊，不是说他被我们被揍吗？真的很过分。我靠，为什么？不是刚刚不是说我有只人？是想欺负别人。去你的嘞！你比较过分了、啊。而且他刚不是说那个什么都会偷打我们，打他朋友刚好而已啊。他应该没有上线吧？他如果对，上线的话，他有陷阱吗？有啊，我有。刚刚侦查过了，再侦查一次。为什么？无法侦查，不过我刚刚有侦查过吗？你无法支付侦查此位置的费用，为什么？侦查说费你用没一，钱，干，真的没钱我剩248元太低了吧！没关系，我去。马上购买黄金，我要去。
怎么样？陷阱够吗？可是我不知道陷阱怎么算呢？之前我们不是就是被陷阱弄爆？侦察成功，对啊，看一下，9400，防御部队20000，防御部队有20000啊，对啊，感觉我们两万七，小于29000，他们打的是我 ，what？ 打最多次，really？fuck，why me？ 刚才一定是故意的，喵的。哦，原来你是在公报私仇。我怎么知道他打的是我？字上面也没写啊，还是应该有写，只是被我忽略。我看一下，报告应该会写吧？如果被……所以你被占领是被他占领？有可能哦。报告38项，这是7月18、19。哎，我看到了，153、167，攻击了 ZZZ。这是同盟的报告吧？ZZ 不是我啊，枪弹攻击的 ZZZ， 这不是，这是7月18，7月20，奇怪，哪里有写啊？7月23，这是新的。哎，可是我没有被税收那个，是不是你人缘太差？哇靠，你一定是新手保护期，政府不敢跟你收。哪有，我们车过别人都没有那个新手保护旗，好不好？那你知道我还有那个道具吗？哦，因为我还没用过，就是那种不用那种道具的人，真的太卑鄙了。车完别人再开新手保护，对啊，喵的嘞！我看一下还在不在，应该有啦。我看一下还在不在。重新命名此职位官职跟选。进阶移动有，我进阶移动还有2个装备箱，传奇工程护甲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再自己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好不好？不是，他没有啦，我有75个这个东西耶、欸。标准材料箱。南瓜开膛手装备、猎人装备、走私装备，我现在有这么多这些有的没有的。天啊！为什么你上次没注意到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收税员装备。哎、欸，第5级枪眼哎、欸，啥？哎、欸，我刚说的那些嘞，特殊新手保护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有人传送来我们旁边，真假的？对啊，有个3等。好的还是坏的？我们的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找到了24小时内和平协议，防止其他玩家攻击或侦查。使用，打完别人还正开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先打完再说，先打。我还有一个3日和平嘞，这是3天内都不会被打，哈哈。为你的部队增加20%攻击，用。30分钟的25%反抗攻击力提升，部署撤回，呵呵，打完再说，呵呵。不会啊，几天后他们又在车里。妈的！如果他们有偷打我，麻烦告诉我。装备是这个吗？不是诶、欸，正在建造。升级雷达站至7级，雷达站我正在升级啊。钱赚好慢哦。对啊，而且军粮好容易不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。难道一定要靠每日登录吗？啊，这类型游戏不是都是要持续玩，越玩越久？就时间、花时间吗？会越来越强。这让我想起来，你高中的时候好像玩一款类似的东西。对啊，《二战风云》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跟我讲过啊。我跟你讲过。哦、因为你都说也是很强哎、欸。我知道啊。还有学车考察。
你现在你这样讲，观众等下就有很多麦砍的话。我建议你，如果你即将考学测，请不要来玩这个游戏。公墓需要15级才能进公墓干嘛？在自己家里的地图的右边，不知道那什么。所以如果把陷阱多弄一点的话，陷阱又带不出去，而且很贵。为什么我的头上一直有直升机在飞啊？升级以容纳更多的资料部队。大使馆升级。滴滴。烦了，我右上角那个特价一直闪，好想买。哎，然后我基地名称叫 ZZ 哦。哦，原来我刚刚看到信箱里面那些 ZZ 被攻击是我自己啊。真的我们？Fuck。下面有人说话说什么14146162帮15015什么意思？再给152170啊，152170一直打我，152170是谁啊？我看一下。152170。谁啊？这里没有人啊，已经飞走了吧？空白地耶，飞走了嘛？打完我就飞。真是聪明哎！喵的，你指挥官名没有？指挥哎，be careful，146162 help 150150，真假的？快侦查他！等一下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打他？他们对啊，集结。那个什么，战争集结看得到哦。怎么可能？而且这样他反应也太快了吧！而且他怎么知道他帮他146162是谁啊？搞不好我们现在撤掉战争集结，马上去打146162，他会没东西。啊，那个2FL，就是刚刚我们派五支兵过去攻打的那个，我们刚挑衅的那一个啦。哦，哎，我显示红色，我是不是被侦查了？我也被侦查了，他竟然派出人来侦查我们，喵的，有洞在打我啊！有看到啊，你的基地已被侦查，可不可以用密语呛他，被那个寄信 2FL 之类的？就是那个170那个。对啊，我也被侦查。哎呀，还不打死他？那我们打错人了啊，完全打错啊！在他隔壁那个，跟那个一直弄我们的差不多。哎，我看到你过去了。要打我来也应该打侦这个。查你一下。他的画面会显示红框，表示被侦查跟攻击。糟糕了，我刚刚也显示红框了。我怎们么刚。可能？他防御部队显示零，实力有52万，骗我！你在派五支兵过去啊？看会发生什么他事？陷阱有9000，好吗？哎，我有一种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的感觉，错觉吗？同盟战争有没有新的人啊？难位已被关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出发啦！已经出发吗？倒数计时3分钟啊！出发啦！你哦，已回经大去地了。图，对啊！我靠，难怪哦。所以我们只有6组人。哎，你觉得这是会赢还是输？番薯啊！不是就。感觉啊，好啦，不要触眉头啊，就会赢会赢，好不好？会赢。白痴，你回答太快了。啊，不然不是嘛？这你刚不是说优柔寡断的？我现在老实告诉你，我觉得走可能嘛，啊，不可会能啊，而我已觉得啊。会赢呢、欸。你觉得会赢吗？Really？You're kidding me？你哎，这刚，是什么？等，这是什么？为你的部署提供表情符号，用哪一个啊？这个好吧，使用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啊、喔！我很生气哦、喔。你、欸、看，超可爱的、好好笑，欸。看，这好可看爱得到哎、欸，所有人都看得到。请使用这些东西以获得额外优势。好啊。他等下会不会打完他自己堡垒就出现嘲讽的表情？天哪、啊！
靠，我一直在浪费那个，为你的部队提高防御力，部署规模增加你的部署规模上限，军费减少，反侦察换兵术，集结好手，缩短你的研发时间。我已经尽量能加多少就加多少所以啦，看来是要赢的。了。Yeah，希望。可是他有队友帮他哎，而且我们的能力不是才27左右而已，27000，就是总和啊。那你不是奇怪，我们这边活着的人感觉不少，为什么才27？是不是你人缘差？看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剩24秒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他都看到你生气了，他已经笑到尿裤秒的，10秒，9秒，7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他不一瞬间就二、结束了吧？一、零，军队完成了他们部署。哎，回来了，好快，回来了，太快！好多哦，好多人回来了，战败。哦，太烂了吧？怎么又输可是了？他有损失啊。哦，这他次有少了 10K 战力耶，10K 哦，可是我们少17K。等一下啊，对手军队4万，伤者1600，我们有2万的存，我还有存活2万呢。我们的投资永远都是负的。是没错啦，我这边少了8000，他少2000而已。你有看到吗？战斗详细资料。有啊，存哦，有活。指挥官经验。不错不错。怎么办？要怎样才能打赢啊？这问题很难吗？找一个比我更弱的就好了。可是我想，不然我们去打那个 Earth L。那个 Earth L 的那个人也回来了。妈，他果然在帮他。你这很垃圾耶！超那个的，没有这样互帮的哦，要就单挑啊！我要处置，我去侦查他一下。我还有一些资源没有用啊。如果真的是硬要试试看的话，要不要？可是乐视 Hill 比他更强。对啊，强一点点而已啊。不是啊，我们已他经防把。御部队零，现金9300，他真的是刚刚是派所有兵出去了。啊，他真的是很敢花哎！不行啊，他一定有看我们的实况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假，我们假装去攻击那个。对啊，怎么办？这是玩心理战吗？我先强化好了，我现在战力10万，是不是？我把我的所有的那些，就是那些包啊什么的都投入进去看看。啊，好贵哦！看怎么那么贵啊？进阶步兵攻击，没想到我们还是没有成功打赢，那怎么办？真是太令人难过了。连续两只次，要找一个更弱的。连续两次都输哎，这样不行啊！等等上次哦，是差点赢。有吗？What？你看我还有那种8小时减速好几个，所以我把它用完。搞不好会突然变得很强，说不定。好啊，那你就再升级一些军队。我在努力了，战争策略，提高采集速度不用，我们要的是进阶战斗，对战的这种，有没有？步兵攻击、研发、研究。你应该也有一些资源什么的吧？趁现在把它用掉啊。有啊，在花了。好，那我们大概15分钟后再集一次。没问题。升级英雄馆，英雄馆是什么？升级建造4间医院，为什么？4间医院要这么多医院干嘛？
将银行升至八级，将仓库升至八级，制造一件物品。哦，谢谢订阅月月，这谁啊？SDF 98172，谢订阅视频制造。工业制造，你解锁新的库存。水壶，减少一小时，一小时，一小时。OK。嗯，我包完了。基地里的吧可以设，有机会拿什么？一次要花7800子弹，有机会拿资源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的资源还蛮多的，所以我现在英雄馆升至八级，我现在就把我的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研究指挥官部署速度。靠，我没有研发哎，糟糕，钱又不够了，真假的？购买并使用。舍不得，好贵哦。研究，减少八小时。靠，这个研究要三天啊！啊天啊，三天也太久。真的啊。Really？ 八小时，一小时。好了，战略战斗，指挥官研究部啊，是这个吧？第三级采集，天哪，不够了，哇塞，哦，我现在任务，天哪，不行了，这太贵了，我可以减少时间，但资源不够，哇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建立一个 MZ 账号是什么？建立一个 MZ 账号可以在场了，又要购买了吗？这么快？10万黄金哎、欸，这购买多少啊？限定期间优惠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五百万的日币。哦，购买吧！天啊，好想赢 Airtel。500万日币。那500万的那个游戏，这啥？500万游戏币耶！天哪，领取。飞弹发射炮，立即训练。好啦，不然我就把剩下的黄金用一用，然后升，那什么，升级一些部队什么的。对啊，用用就完了。可是打四黑，我还觉得胜率还是很低耶、欸。那怎么办？不让我们强化一下信心吗？强化一下信心，好。找一个看起来弱一点。这倒没什么问题，隔壁有一个的凯特，你去揍他，那一定可以让你增加大量信心。那实力有25000。25000。连25000都没有哦。我们刚出兵，总共也才27000不是吗？对啊。真假的？我靠！我们集结6个还7个人。啊，我们有这么弱吗？不瞒你说，有。天、yeah ，好难过、哦，好悲伤啊、哦！哦，我现在有一大堆的飞弹发射器了，感觉就变很强了。快要把那个八小时的用完嘞、欸！我现在部队有16700了。那我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不够？石头。哦，
50份的两万份石头，这要按多久才按完？已新增20000份石头，基地的有兵力受损，要按疗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等等哦，我先研发一下。有需要那么多石头吗？刚刚啦。哦。哎，怎么疗愈啊？升级医院。哦，立即疗愈。哎，有了，没有部队受伤，不错哎。哦，医院可以治疗。嗯。奇怪，那怎么没看到护士？傻笑。等等哦，8小时，3小时，30分钟，10分钟。好。来吧。来了吗？来了啊！等等等啊，我快要好了，还剩几个8小时啊？15个，我应该还可以啊！干，按错 ，fuck！ 嗯，没有，不小心浪费钱。看我刚按到什么？我靠，减少15小时的，好浪费哦。我现在兵力有22000了，然后我有11000的左右的，又不够了，又不够，我有一大堆的，这叫什么？榴弹发射器的什么东西？有啊？什么？一大堆的榴弹发射器那一类的东西，那个战力应该很高吧？我真的是不知道看什么单位的战力。嗯，会干吗？不知道，可是我士兵一定是最弱的啊，搞不好一直只有一而已。对啊，我感觉就是最右边的最强。嗯，就是越下面的越猛那种。对啊。所以我这个飞弹发射器统计数据，我看一下，我拥有了11200的，可是没有写加成。先训练一下，我快把8小时那个用完了。不过，我有既然有12K 的榴弹发射器，我可以看他的那个吗？部队攻击、部队训练、指挥官加成、研发，我去研发一下，看能不能研发进阶战斗。进阶神枪手，我想说，对战，把那个榴弹发射器的东西，炮兵攻击啊，就是这个，立即研究，嗯，天赋点吗？好，又没钱了，不行了，这样就不够了。好，天赋吗？对齁。天赋可以点那个炮兵攻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欸、你刚刚不是这样想？我刚不是这样点的，我可以重点吗？可以重点啊，我重点一下好了。好啊。我把炮兵攻击点超高。部队训练，神枪手攻击。这个需要什么？10分哦，然后炮兵攻击，有诶、欸，有感受到了，有、哦，我把炮兵攻击加了15%，明明就还没打，你就感受到了，靠腰啊，一定，等一下一定超动好不好？你等一下看我的伤害，好。我已经把所有那个什么系统送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在这个上面了，
再打输的话就我也没办法。不对训练。好了，我技能充电了。好了，我要战争集结了。No problem。你说要先打一个弱的吗？还是真的直接就过去了？没有啊，看你啊。看我，不然我们反正这个我两对我万们七。集结已经没什么信心。好，集结5分钟，我们来打这个，好。先打个弱的。好。看我兵力21万哎、欸，我超猛。我靠！有了，我集结了5分钟。5分钟打完这个，我们再去打那个，然后就结束今天，怎么样？哦，靠！你看起来你的部队有没有看起看来到我的部队超猛？有没有啊？目前没有全面帮助。我们的成员有没有满啊？现在多少人？成员人数看哪里啊？哦，82，竟然还没满，我应该是没有设定。传送同盟邀请，申请人尚未有申请人送出的邀请。开启同盟招募，开启的时候玩家可以立刻申请。哦，对啊，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同盟，你现在可以直接加入，我们现在没有说没有限制。物现品在已加经入入会只要缴500金就好了。好诶、欸。而且我们之后有可能不会见面。不能这样讲，这些是你进行中的，剩余3分钟了，有人加入吗？同盟战争，战争集结，保留者，清哦，所除以以及代表守。他在路上，所以是写保留吗？我解锁了，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可以来了。欸，我又解锁了两个，解锁3个了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可以趁现在快点集结。我看，欸，你的捐书的部队也才八百多，没办法，刚刚上一波已经死光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你没有去那个吗？医院里面看看有没有可以治愈的。我医院没有可以治愈的，真假的？不是不很奇怪，出去的部队不是活着回来就会直接死，没有受伤那一种，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不会吧？清处加入，2分钟，2分钟，兵力就会回来。靶场，可是我没有子弹了。我现在的框框是蓝色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看到这黄色，你有听到鱼竿他们的声音吗？微微的，很小，几乎没有吗？好像是在称赞我之类在晒啊，反正有，但没有很大就对了。的。对啊。那还可以，那还可以。浮潜去小琉球，对啊。可能。Hello。对不对？出发了没啊？我很迫不及待。你们的所有人战力部都署剩余时间一一分分半，半。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兵力都没有我多啊。那我还不如一个人去获得自信。你干嘛？就不能带大家一起去获得自信？好啦，身为这个什么对啊，团长身为一个 leader，，leader 哎，有人已经五千七个五人哎，有哎、有2个5500欸，一个5000，对啊，不错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干嘛？我不是最后一名。你升级很慢之后不是说有另外一个要试的，那个也许厂商就会送我们很猛的东西，说不定呢、啊，不知道。到时候看看哦。
哎，不对啊，我现在连你要打谁我都不知道。Really？那个啊，对啊，右下角那个啊，右那下角。个有一个 CRAX 的那个，有看到吗？在右边而已啊，不是右下角，隔壁而已，很近。哦，对啊，看到了。那个战力才2万7而已，绝对对可以，啊，绝对可以车翻他。都没有拿过资源回来，每次都是直接死掉。15秒，好紧张！已集结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出发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出发！哎，又可以用表情符号了，你想用什么？这个，都快到了，这个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看 超嘲讽，这样很嘲讽吗？很嘲讽啊！就是耶，我们来了那种好感的觉，耶，我们来拿资源。不知道会怎样哎，直接显示胜利。我真期待它烧起来。要到了！打起来！哎呦，回来！哦，他烧起来，他家烧起来，赢了吧？胜这是，利！哦，哦，那他军力减零呢？为什么？兄弟姐弟，大家军力都减零呢？他家更没人吗？我们是走进去再走出来的。走进去收东西，哦，一个空城计哦，只获得货币而已，3.61K，那好少哦。我才获得108。忘记说了什么？损失的兵力是不在的时候被偷打而损的，投怀送抱。我们损失的兵力是这样子设置的、哦。天啊！那我们可以马上再集结下一个吗？试试看哦，好。哦，看他家烧起来真舒服。哇塞！我们之前打的都是冒烟，这次烧起来。哼。好了，那我要再布一个新的喽，一样5分钟。这次布完，我们就去玩那个。好啊。新增我的指挥官。好，新增了。最近就申请那个，我们这次的比较庞大嘛，同盟帮助，成员帮助。什么比较庞大？就是要打的人比较可怕，赶快多解锁几个，解锁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刚刚我们人好像变多了、有啊，比起我们第一次集结，感觉有欸。对变啊。多，应该是因为开了1个小时吧，大家都醒了。哦，哇，有。希望那个200万的一起参加哦，天啊！他的战力上来一定是超扯，会吓死我们的那一种。他就可以一个人带我们去玩对游啊，戏。对方才40几万，200万哎、欸，天啊！我帮你加快部署速度，快快加油！一起来打最后一波吧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样，哦，没有，他去附近的农场偷东西而已。我以为又有他的同盟要来帮他，哦，有点可怕。妙的，我们打到同盟的时候，他就跑去救。他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了吧？呵呵。
没有人帮。你有发现我们是，這個、我们是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叫 The Kite The Kite 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好好端端的活在这里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是传过来，结果发现工位没位置，你懂意思？懂。这也太白痴了吧！好啦，邀请你来同盟啊，你就加入我们了。现在才82人，有位置啊，可以快进来啊！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？哎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两分，两分。觉得这次会赢还是输？很难讲。我刚刚不是有七队部署吗？现在怎么才五队而已？快快快快来！明明就有82个团队，为什么人这么少？才七队部署而已。这些人剩下1分54秒了。等这次打完以后，我要立刻开启3天的和平条约。干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有看到吗？然后他是不是开和平？谁？那个 Earthtail 啊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？那、啊、这样会怎样？取消吗？我妈取消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样去了应该没办法去吧？那就取消。好，干烂欸 ！What the fuck？ 因为他也会怕嘛，打他队友。Go， 打他另外一个。看他好坏哦，他怎么可以开那种东西？那怎么办？要打哪一个？就是那个吗？我们上一个打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好，那个比他弱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好，战争集结5分钟，出动最大人数，攻击，再集结一次吧。哎、欸、妈，超级超那个的、欸，打他队友，然后趁现在发动物品。动作真的很快、欸。发动战争，启动三天和平期而已 ，Go！ 和平协议失败，你不能有任何进攻的部署。哇，好吧，只好打完再弄。和平协议是连我都不能去打别人啊。应该是吧。哇塞，那也不就证明他在24小时内没办法打我。这样，好吧，也是好事啊。不过我们附近也有人开和平欸，那他就不能加入这场战争集结了。那个是五等啊，五等前不是会那个。哦，重新集结同盟邮件，啊，越来越多人加入了。收件夹四封，这什么东西？300153151，资源多到抢不完。153151。谁是资源多到抢不完？谁是听起来像诈骗的？谁是153151啊？153151153153在哪里啊？153，然后151，MOVON 吗？等一下，你知道那个是谁跟我讲的吗？是。Earthtail， 他跟我讲这个干什么？你以为这样子我就会原谅你吗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？你的 Dead War 来攻打我们吗？不行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哇，一个焦点转移，转移战，干对啊。等你真会有你的病，可以啊。而且他以为一句话我们就被骗了吗？是低能。而且但不是他真的有在看我们实况啊，不然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打他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夸张哎！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颁发了大使的称号给你，有看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格位了啊！好，我去开。战争集结。解锁。
解说，解说，解锁格位了。一部署，我帮你缩短时间，我剩1分多了。6000、7000，这次不知道会不会输欸。那个人感觉就不在啊，然后呢？既然那个人有密，我就你的同盟。是不是都在偷打我？传送，喵的，你最好回我。等下，等下，你看那个，好，哪里？你看那个 Earthtail。他出兵嘞！他又想去帮忙，看他和平条约解除了，妈，超，但他又去哦。超。超嗯，爱你嘞！他倒数计时1分30秒，我们来得及出去吗？我们剩37秒，我们相差1分钟左右。如果我们能在1分钟之内赶到那边，也许就可以阻止他。哦靠可靠，能吧？他超那个的，我们应该没兵了吧？可不可以直接前往啊？快跑，快直接去啦！嗯，竟然有这种事！没想我们有一种被弄玩的，战术也是玩不赢别人。我们被 Juke 了，不打直接被 Ghost 了，不行啊！我们兵现在才去来不及啊！而且他既然敢去，代表他应该有把握打挡得下我们。不管了。秒的！战争集结不能马上到，嗯，真是可惜。我们兵力大概多少？22万左右。有血吗？没有。到达倒数计时，24万，在22、22、2分多。兵力部署大概是4万左右，但是总兵力不知道多少。好吧，就看这一波了。他人已经到了，趁现在取消，然后去打架。你竟然就这样突然解除，真的很靠背，超靠威的，被救的感觉真不舒服。真的妈的！关时光之后，我们用从半夜偷打，半夜集结，哦，哈哈。那边先开保护，然后再……哦，真的是很会玩呢。真的是超会玩，妈的，被 Juke，真的是完全被 Juke，1分40秒。所以打兵也，他回我嘞，我不确定，不过有也是他隔壁那位，他隔壁那哇，位，还想推脱责任呢？你们就同个同盟，会不知我知道道？是那个 Day War 啊。他说有，没错啊，是有，也是他的。问题是我们打不赢人家，对啊。人家实力130几万，我们只能打这种40几万的。什么东西？和其他防御部队当前良好的形象，什么意思？翻译是日文，是用日文加入我们的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可以看到原文吗？白痴哦，他的防御部队现在好像是零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是中文？为什么要翻日文呢？为什么当日文翻，然后还乱翻？What the fuck？你去侦查了吗？我也去侦查一下。没有啊，不是我侦查的。我去侦查了。怎么样？报告，侦查成功。
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防御突部队有18000，陷阱是8400，这样会赢吗？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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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到了！刚争吵完，不知道是真假。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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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到了！你看我们带着爱心的表情冲过去，会成功还是失败呢？这一次，应该是赢的，这气势。啪啪啪！哎，烧起回来来了，回烧来起来了！了，哎，烧起烧来起了！来了！回来了！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胜利！我们赢了！天哪！在帮啊，在帮啊！你帮有屁用啊！我们还是赢了！对啊，废物。啊，有8400哎，好爽啊！不是啊，84K 的粮食跟货币，而且对方损失好多东西哦。哎、欸，这一次我们总算投资是，有成功，有成功，哇、哦！对，这是赚的。有了，有了，有赚，有赚，有赚，真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会一直输到尾，还好。哎，真的有赢哎！天啊，有一种好感动的感觉。我们玩了这么久，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对啊。你看现在这个画面，一大堆的直升机飞回来，有没有？很像跟那之种，前完全不一样。很像那种，对啊，大结之局前可以。是载尸体，你可以理解那种感觉。哈哈哈！我靠！而且，等下我们刚刚不是地面部队过去了吗？对啊。这直升机哪来的？他家的，直接打完他，再开他家直升机回来吗？对啊，太过分了！之前在尸体，这是种真活的回来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在你们他们现在兵力要回去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先回到那个医护兵那边。哎，嗯。哦，兵还没回来啊？等他回来要多久啊？1分40秒。你们呢？1分钟。我看一下最久的要3分钟啊。你知道我打算做什么吗？干嘛？战争集结5分钟设定好了，Earth Hell 去死！就是他又开新手宝物。那个东西要钱啊，他开了再关了，他不一定开再开还开得起来啊！不对，我们应该关台偷偷讲，对不对？对，白痴，你要打，你也半白夜在。痴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个游戏先这样，先开到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再进行我们的秘密计划，好，我们可以边玩那个奇怪游戏边。好啦，先开到这里。